大家好，我是杨小月。今天柚子说带我们去摘他们家的橘子吃。啥子？干哥，你这有好多疯子哎！哇，这个好香，抽根儿的，这些都大。哎，柚子，你这边有红烧没得？有。中午就可以烤好烤红烧吃噻。烧红烧？哦，烧红烧。要得，还好吃那个。哎呦，你看，好大，好几个在一起。今天还穿得好啊，穿得好多黑呀。哪个晓得？不晓得啊，穿得好的，只是说牙齿穿得正。哎，鞋子嘛，这种鞋。好的。看跟香蕉刚刚的长根了。看你中间这么长，好东西。这你会吃啊，关子哥？是会吃噻，我吃过的。哇。干嘛？你来了，关子，你的关子。来，你给我上个。敢吃，敢吃，哎、吃你打死噻！下不去嘴，你看。就是麻嘴巴嘞。哎呀，我接受不了。嘿。得嘞，你管着我吃，这我吃不来。老公嘛。我啊，鸡把红烧了，挖起走。哇，好爆噻！快点回去嘛！我的天，好爽，真的是。这个腾腾的挖出去。这个就是那天我弄的羊叉噻，就这个噻。关子哥，你要吃大的还是小的？小的嘞，小的烧的透点呀。得了，小的好熟点。我有温小的一个。走了。洗这个小的出来就得了，哥。啊。大哥，你吃几个吗？我吃半个。好烫。
起来好香啊，小时候的味道。记得小时候就是每次做完饭之后，你用那个余火来烤这个红薯，超级香。嗯，好吃不？很多。闻得起。嗯，好吃。你火锅里炒的鸡蛋呢？嗯。哎，你多吃点，小宝宝多吃点，多吃点你的小。